请收看《维新世界》，世界和平推手功德榜。中华三宗，人做僧人足比心，有罪该见佛，因为我增减，观我待万民民心喜奉给多爱心。我从那车去就延长寿啊，啊，煞拢做我的顾问啥呢？啊，我讲不管安怎，你甲我请遐。啊，迄阵诶，因为迄阵到台湾诶观光界都也无遐，但总经理差不多拢外国人，90%拢外国人。我叫来，我做干部，第一回参观学校。我一个第二最新诶迄院长有去过我学校，有去过我学校请去聊天吗？无，我讲。有机会就要去看，就读到迄个，我甲学校营造的就好像一个观光地区。我个人大书记了，我不敢造次了。我阁用四型迄个就是五型四兽器布置的。你唔通讲哦，你今仔日人我只袂敢讲迄个气场才对，迄是大书的独到眼光才会当选这块地呢，唔是乌白选迄个粪扫地呢。啊、我想用四兽，什么四兽？各位的，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啊，金木水火土。我讲，你入来我学校，干嘛？一股旺气，就好像我入来学校，入山门啊，咧旺气，那是未骗人一个呢。像我安尼坐伫大树那边，我感觉金光强强棍。所以我唔是咧甲你讲迄个虚无缥缈的，实际上就是安尼。对，这林校长我那咧练功，原来练功，所以才在讲到迄个气场，对不对？我从那家叫来，即个我发人实在是真啦。我甲因做干部，看学校，看学生上课，吼、哦，我甲讲两句话，打动他们的心。我讲恁今仔日吼做总经理。有两件代志上重要，第一就是甲老板赚钱，第二上重要，你都爱培养接班的人才，是不是？这个足重要，因为就是人才要永续经营，就是要人才。我今仔日的新人咧办学，是咧甲恁培养人才，唔是要我要留起来家己用咧。所以你必须要跟我共同来担负这个教育的责任。大家淡头了。再来一句话打动他们：万一我的学生去，不是要实习吗？我马上，我有把握把我的学生啊训练教的马上上线。告诉你哪袂用钱，只要一通电话，我马上把学生叫到等来。哦，天天他一直说安心了。哦，我就大概哦，啊，你延长寿就好顺些啦，打好村了安尼愿意接受去了，我大家来看看，安都哎有人接受了，我到尾才拢接受，因为我这个诉求足有力啊，对不对？吼、哦，我讲一个，我伫遮吼，伫陈水扁那就等我小看，我那也是出一个气咧。我安尼真啊，那安尼就那分发出去哦，有诶足勉强啊，啊讲安两啊，本来就五个啦，讲啊好啦，看当三个，咱两个就好，一礼拜了啦，点了几米卡。啊，还阁有无啦？还阁有分无出去的无啦？套下来了，各位，因为以前呐、啊，这个比如说观光旅馆啦、旅行社、餐厅，是拢家己培养的，拢无家己培养，啊，拢学徒做，拢家己叫来吼。培养都要时间，都要金钱，拢成本呢。套迄个讲的时阵，我的时阵啦，这个培养便便去好用，啊，阁遐好用，啊，阁讲来袂用钱的时阵啦，也会当随便退回。啊，迄个遐哩哪好个咧？对不对？啊，叫你去三品遐好，哦，啊，当迄个，啊，所以迄阵啊，就迄个，我互我感觉讲，迄阵的第一届的学生要出去，哦，啊，像安尼，我来改召集来，召集来讲话啦。我甲讲，恁含我
就是做迄个创造台湾观光教育的历史啦。哦，啊，恁即摆若去，毋是六日哦，毋是六礼拜哦，是六个月哦，半冬哦。阮有一套弄好啦，吼，去到甲在单位吼，甲去四界去拜会啊，啊，就讲啊，我着还阁学生吼，那迄个都真客气，真谦卑。诶，这就是我迄、那个，这态度啊，服务就是讲态度呢呢。啊，最后你实习结束，就半冬啊。你若去，你会甲你的主管啊休息啦 ，say goodbye 就说，你健康得要来来。有听讲讲哇，李福登，你这六个月吼、哦、表现真好，你是不是会当毕业了？你来我这工作。你若听无到一句，你学校唔通甲我转来啦。哎，囡仔听就偏啦，对唔？因为呐，你要留唔留，你要还有选择啊。啊，你讲你直接来六个月安尼，啊，拼死拼死拼到啊，无人因对你因去注意啊，你这个实在是是老塞尾给老塞了。哎，就这样。我招牌拍起来，哎，我甚至学生回来吼，啊，搞烂嘞，讲校长，啊，我们老板留我呢，嘿，我讲哦，你表现得很好，这个校长不是安尼的呢，我就说，伊讲我哪会当搁回去吼，啊，我这六个月的迄个实习时间，要搞我算年资呢，各位，资方上证就是年资，因为年资就卡着将来退休啦，什么奖金什么，哦。你表示你就是表现真好，讲校长阁有较好个，什么较好个？伊讲吼，我若会当转去吼，迄阵才二专个咯，即二专个迄个学费要甲我出。我听着我诶、欸，今仔日从事一个教育个人吼，就是看学生真成长、真进步，啊，着甲人欢喜安尼个，对不对？啊，无啥物做老师也无太太费事，阁歹讲。足辛苦的啦吼，但是我迄个无形中的迄个满足吼，迄个报酬，唔是当人比的啦，对不对？吼，啊，讲话袂歹，那行，讲校长佫较有较好的，我听到哪，好，我就直直尾啊，直直翘起来，讲，伊讲校长，假如说我回去，不但讲年资甲我算，还要甲我出学费。要阁甲我培养做干部，要阁甲我送去外国受训啦！你看他有遮好，啊，这个是什么？就是学生表现来的。业界是真现实的代志，以商言再商言商啦，对不对？就是这样的话呢，就来讲起了。哦，所以我就是讲，所以我学生诶，我今麦就来讲这个吼最新这个两岸观光交流比较啦吼，因为这段时间我。我即马即个大陆，因为伊即马经济好起来，啊改善迄落，啊所以出国真济，对不对？你看吼，即马世界各国的迄款迄个观光的人口，上济拢就是大陆。但是游客有钱，并不代表就是文明啦。所以最近可能恁报纸有看到，迄像去法国吼，啊看到迄个裸体吼。我来去讲懵啦，哎、欸，裸体啊，裸体的雕像啊，哦，我雕啊有够水，哦，该凸的凸，该凹的凹，好、哦，我有够水嘞。啊，我去讲地模啊，哎、欸，那個、雕像拢光溜溜，也无迄款像地模啊。啊，有些啊，最近啊发生了引起公愤的，哦，讲起嘞埃及的两三千年历史的墙壁去给人刻字。我到台湾去参阿里山的神木啊，开工。小王到处一游，我会讲丽丽，我爱你啊！他判断出，因为这样，他有一定不会爱他的。而且呢，啊，随地吐痰什么？但是各位，我刚刚讲，繁荣经济赚取外汇，这是足现实的问题。你无欢迎嘛？但是我跟各位讲，他们也慢慢在进步。我们台湾也是这样啊，我是
对在院长直直讲啊，我足爱佚佗，对，我足爱佚佗，啊，我试过呢。迄早期的真个啦，咱嘛是无遐受用，嘛是慢慢咧进步，进步到讲今仔日133国啦，会当免签证，就代表咱已经文明到一定的程度。较早先呢，我的朋友吼，啊，比如我看看啊，你前面看，看到大头细白的，是啥物呢？大同电锅啦，导入啦，上轨啊啦。皮包啊啦，拖刀啦，先啦。你要招遐阿公阿妈吼去旅行，讲，吼，透早迄个自助餐咧，敢那一个，迄个自助餐敢那牛咧食草，伊咧沙拉，但那块牛咧食草。啊，你若无煮埋甲配导入配酱鸡啊，我唔去啦，偌可怜嘞！迄队员赶电锅嘞，啊，赶迄个什么拖刀嘞。上街安尼投入呢，安尼啦。啊，你看，我亲自目睹的。你讲迄老阿妈，迄阵啊，大家囝拢照好好去报名。啊，咱大家知讲，哇，你我最新出外，上场要全部露白啊。老阿妈吼，拢下伫咧群的内底，那骨力在，嘛只能伫遐闲。对啊，伊那提钱，你看，这个都没有错。我觉得呢，这个呢，就是也慢慢的，你看今天我们有130兆，就是有钱无一定的文明啊，就安。而且因为现在这个大陆，所以大陆迄个国务院哦，就把颁布令啊，出国那些，袂当去讲偷客，袂当去啊吐痰什么哦，对。这个就是这，我想讲台中一定有真侪人去台中，搁再去台中哦，什么九寨沟、黄山啊、黄龙啊，什么，迄是实在是有够水的。但是你若卖甲想着讲，因有个卫生间呐、啊。就是咱遐厕所，好好啊！你就是真，你查某就拿雨伞去堵咧，啊，查甫是较方便啦吼，对不对？不过现在也在进步，所以这个不是有钱就有文明，这个物件都还慢慢慢慢地化。那也因为这样，所以呢，即嘛即个最新那个大陆伊嘛知影讲，哦，就是即嘛是，所以因即嘛迄个旅游教育，我咱讲做观光，因讲个旅游教育，他们呐也是。很难赶快了到处拢写了，说旅游学院，因为样呢，大陆甲台湾赶快，这个院长相当了解。即卖迄个经济系啦、地理系啦、历史系啦，含台湾赶快啦，无啥物出路啦。啊，即个老师，地理系、历史系、经济系，啊，要甲转来迄个哦，做新迄个观光教育。同族性比较好转，所以即摆打到了转过来，他们台湾赶快啦，他们台湾赶快啦，哇！啊，那这老师啊，本来这一结果这第二专长啊，这个第二专长迄是也是哪急救章的呢？对不对？现买现卖呢？所以他们的实作能力、实务经验非常缺乏，这个也是台湾的优势。但是大陆我那知影讲，因即摆这个造门。因这个短处，因这个不足的地方，所以他拼命哦，像我吼，我爱先作死行，讲请我这個，但事实讲我原来有小可老步嘞啦，吼，袂当真拼啦，吼，对不对？老好，对不对？我几十年的德行啊，袂当讲真拼，伊讲呢，我他随手举得，对不对？吼，啊，但是因即马就是慢慢吼，啊，那里去了，对不对？所以吼，咱即马也是真的啦吼。台湾的因在个租车的导游吼，即马去大陆咯，弄大陆先咧，弄去台咧欧洲团，食个油细细咧，因咧大陆都无即款。但是我甲因讲，恁的优势不出我人闻，因为大陆即马急起直追，这一点是咱伫我伫教育，我讲伫去总统府的阵啊去演讲，啊，我讲咱即个优势呐无好好用哦。啊，卖免几冬哦，都去我们赶过。他们讲，他们准则呐非常呐。有计划的啦，来，因为因咧知因咧缺点，对不对？啊，所以因咧服务品质是真歹，所以咱听来讲，大陆是一流设备、二流管理、三流服务。哇，即马吼，像咧五星级的饭店是起间啊，像用要搭金箔啊共款咧，因为这伊都有钱啊，对不对？啊，所以设备是真好，啊，管理是足歹，啊，服务，因为先哦，像讲我甲叫着咖啡，这个端啊，捧来咖啡的时阵，那是温温的啦，对不对？哦，啊，是讲以前啦，我有一摆陪那个杨超祥部长去东莞，
我去过偌水咧，他妈三十九层咧，即个是预告较悬，迄阵上悬啦，我过去啦，啊无讲啊大概，下面个牛排先检查，敢那查咧同款。这牛排炖的，那我说五分熟、七分熟，还有纹路啊，要怎么？他们都不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教育，他们没有这种教育啊。伊即马有，但是也是呢，要个迄个实作经验要个无哦。啊，即马我个讲也是呢，即个迄落吼。我未使耽误，就爱少。我即马上重要的啦吼，关公教育是实施最重要。所以我头拄有简单讲我的迄个叫做三民主教学法。加起来，我最的目的就是要有学生。咱讲理论甲实务互相啦，实际上我就是要学校的资源甲业界的资源互相互补，因为学校的资源可能也有实习教师啦、调酒教师，但是搁较安怎嘛无临场感，对不对？所以业界的临场感才是，所以可以提早会当去适应啦这个主场的一个环境，对不对？哦，啊，所以现在这个二千块我读大学迄款了，未毕业即就业，我讲一个笑亏啦。咱即卖讲毕业即失业，啊，我以前二十当前啦，要学最新要毕业典礼，啊，我毕业典礼我唔是学做毕业典礼，我那三跪九叩，我有做谢师祝望典礼，谢师你入山门。十八般武艺已经拢学遐，要转去当然来谢师啊，还要搁跪一拜，搁按一拜三跪九叩啊。老师换倒转来，祝望，该祝福，搁该唔忙，所以做谢师祝望典礼。吼、哦，这即马是大家拢感觉讲真印象真深刻，即马我咧要搁安尼啊，要搁安尼努力做，对不对？啊，这最主要就是我讲有一日啊。啊，我那毕业专刊呐，吼，啊，我就规定我，你毕业典礼迄日当然都要发出来。我迄阵以前，即摆还阁无像讲即摆电脑排版迄里边，因印刷厂老板吼，吼啊，着急甲所有阮号子就找我秘书。我讲吼，恁这特刊呐，有一句呐是最大的错误。你们说是什么未毕业即就业？这不合逻辑，这对不对？哦，拍电话，赶紧你们赶紧来改正，啊，那无这明仔载校长讲规定讲的，你讲没有错啊，我们校长的理念就是这样啊。事实上，我们的学生也是这样啊，未毕业即就业，因为呢，伊都还袂毕业，毕业头前吼，就是伊在海外参访，弄他要过一礼拜。有的学生呢，还袂毕业，伊就去原来迄款许咧上班啊。我讲有一个学生讲，哦，从去宜山大饭店。啊！迄个员工讲啊，吼，伊就入袂去，伊就足色个啊，入袂去滚啊下来，吼，啊，就安插菜，我看，哎呀，他有这个，他就说的舒服，讲，啊，迄个咱的，是是是。所以说是真的啦，真的有够好啊！所以起码这三民主教学。不但讲干那即个蜘蛛效应，你安尼做，啊，实际上真侪普通台也安尼做，吼、哦。啊，即卖我过来比较、哦，比较，即卖大陆是因为我咧请我伊个全国个观光会议，叫我去全地演讲，我介绍这套三明治，伊讲因做袂到，海外参团因来做，因为即卖关节要搁加严，对，唔比讲像咱迄个里边吼。即卖大陆吼发明一套啊，叫做订单式教学。订单式哦，对不对？譬如讲我，我最先呐，譬如讲我台积电，譬如讲啊，我台积电，譬如讲我要用一千人，哦，啊，我的条件是啥？我的核心指标是啥？你啊，语文能力啦，什么吼，就是那些讲情绪管理、团队精神啦，或者你创意啦，啥物，伊都列一个条件。你就是照安尼甲我培养。就是量身定做了，对不对？但是台积电回馈给学校，哦，从设备啦，而且学生讲座、学金上，当然啦、啊，伊咧先，伊即个做厂商，伊也毋是咧遐啦，伊嘛是不断的考核，你来我家，哦，我在考核你吼，因为你摕我讲座、学金嘛，你摕我迄款迄啦，对不对？啊，你当然你无照我的迄款规格，毕业了，我那是袂当用。啊，所以伊安尼学生作拼，因为他要通过这个关卡，因为你通过了他这个厂商的一些门槛，你就变成正式的员工。你看，看偌好。
学生有出路，就业顺利，厂商也是要爱讲伊家己的人才。咱即摆现在讲在谈的什么就业问题的，年轻人哦，伊讲啊找不到工作，业界还佫较怨叹，讲啊，我都找不到合用的人才。所以呢，我今日去教育上重要就是爱培养业界需求的人才，唔是讲啊一个好啊，什么先啊，那这对不对？第二个淡薄啊，讲啊，我毕业了，代表你失业，除非你啊，所以这已经嘛，这订单式的管理了吼，伫大陆足时行，也等于我们三民主教学法，对不对？啊，不过讲那整个吼，这个观光教育的迄个趋势。既然今仔日吼，这个职业教育已经唔是单纯讲干呐传授你的技术呢啦，咱讲做 skill， 你嘛都爱予伊有一挂人文的素养，都那像咱显示讲，你要关怀社会、关怀世界、关怀的，对不对？啊，我们呐就是这个人民，唔是讲干呐技术啦，你干呐有技术无素养，还要做匠啦，唔是师啦。对不对？所以你得爱有基础，搁有素养，也要关怀些服务态度，啥物，对不对？啊，所以即马将来这个整个迄个观光教育吼，已经得爱有两款：第一要精致化，第二要国际化。精致化就是讲，你得爱哪来哪去的，因为呢，即马咧讲啥物服务态度了。咱刚才讲啊，各即马已经进步个，说好就是特别服务，即马搁好做超级服务。这个从美国回来，有个陈文敏教授，伊出一本册，我伊个册名吼，我看安尼直直安尼回味三天哦，我看是出了够好。看，穿上顾客的鞋子，我感觉服务就是爱安尼啦，那就穿我人客鞋啊，会合袂合吼，人客上知啦，就是你服务到他的心坎里，所以呢，他。讲到呢，就是呢，特殊的、超级的服务。所以，现在一群人呢，都爱超级。再来国际化、高价化，对不对？这个的。所以呢，也因为这样呢，世界旅游组织啊，呼吁每个国家都应该有一个呢，这个一定门槛的核心能力指标的证照制度。当然，当然有了哦。但是呢，我要求的是进一步，应该要有。世界执照，我叫我个讲过来，来解答，因为时间不多。都叫我来讲，啊，即马即学生啊，安尼学会遮尔啊济，啊，流动你遮个，将来学生的出路在什么地方呢？教育部嘛是真紧张啊，因为教育部的责任就是培养各种人才，可是这些人才呢，要适才适用啊。要学以致用啊！啊，那教育唔对，你若告诉讲啦，学以不能没有，我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学用落差啊，比较找不到咯。这是国家的教育资源的足大的浪费呢。啊，那要安怎？所以教育部也找我去谈，啊，我们也成立一个小组，那我就提出说，我非常乐观。大家忧心忡忡啦，你那什么，六月讲半啊，唔知去找头去，就讲人大家拢感觉讲你感觉足乐观。我讲一前提三要件，什么前提？我们不要把我们的毕业生的就业市场只有锁定在岛国台湾，是不是这样？因为这台湾市场这样子，假设你若甲训练好，一前提，大家头淡啊淡一半，还袂过安全淡。三要件，哪三要件？第一，你既然要去国外，除非你去中国大陆，否则的话，你的语文能力，尤其是英文能力。第二，就是你的 skill， 就是你专业技能、啊、你哪能讲含咖啡啊，不要跑五百啊，不要捡哦，啊，这些你了，这些人呢，这个环境也不要改水，啊，这一款的拢总管理也无一套，安尼你四个嘛碰壁。最最重要的。就是你的敬业精神、伦理道德的态度。哦，大家听到说好像豁然开朗，对不对？你哪耐心啊？世界拢总是你的市场，拢总是你的就业市场。假使讲你语文也袂晓，啊，这些人含泡一支芭比也袂晓，煎一支牛排也袂晓，
哦，啊，服务态度，三面两面就赢你啊，是不是这样？很简单的事情，你假设这样了，卖公安烂了，干那一个中国大陆就假的了，真的。现在呢，中国有500家五星级的饭店正在盖，你甲看，那是将来都要几百万人来服务。所以呢，我现在常常啊，跟这个大龙前来给我去演讲，我们在座青年，你不怕没有机会，怕的是机会来，你能不能够出得下？哎，这个很重要。对，我那跟他看讲哦，即摆现在这个青年学生啦，对不对？哦，也袂晓他们顾身体，哦，你看我那禅师，你看这女儿，你看，这样坐在那边啦、啊，就神定气闲啊，一关的，对不对？对不对？哦，我甲先讲啊，最后恁会当吼，暗时啊吼，12点了，因为主席啦，哦。就是经过观众上面的，哎呀，先甲我讲啊，哎呦，校长，你韩文泰落差遐人家大，啊，代沟这么深，我们11点钟都还没有开始呢，对啊，啊，困无眠都食袂好些，食袂好些哪来的体力呢？啊，那就影响情绪，所以我讲哦，即卖一关了，所以这，毕竟我讲即卖些年轻人变成滑世代，弄在那什么滑板啊，滑来滑去，滑世代。要讨竞争力的，我不是讲我今天直接咧讲大陆安怎，我到大陆去，我回来我还写了一篇文章，啊，有一项呢北京大学的校长啊。那么来访问我去，那个时候我还没有退休。我请他呢住在我学校的招待所，然后他呢礼尚往来，我去北京大学，哦，啊，我呢有人请我住在北京大学，我这就习惯扎起来，我扎起来，我可能我足感动，我就记得吴明虎，吴明虎在北京大学上出名的吴明虎啦，啊，魏明虎啦，魏明虎，哎，魏明虎，因为那迄阵大家都讲这个湖北好名，啊，各位都晓得，文人相亲，祝古为人，怡亲友呢，大概谁也不服谁。啊，干脆啊，就叫做魏明虎，无好名，这并且上出名，哦，对不对？哎，就在湖边哦，学生的时呢，哎，看到阮迄个时段，我25年出来了。阮那时阵啊，要考大学是偌难，透早就起来背英语，大声说唐宋唐诗300首，安尼大声说啥念？迄个情景我伫遐看到。即话咱诶国内学生头。睡到7-8天，现在大学很多人在一礼拜课，没学生，对不对？这个怎么有竞争力呢？睡也睡不起来，啊，吃也吃不好，啊，身体也要跟将来。你看，我这个在修订这个陆生章法，我就主张了开放陆生。最主要的呢，先小可刺激咱学生。现在陆生我讲，因为我实际上呢，嘿吼，7-8天就去图书馆占位呢。伊要占好位，啊！咱的学生是看这样慢慢啊，坐去后壁较袂有老师，因是占头前的，占头前，因为看听较有啊，他们老师啊，啊发问也方便啊。要找助理哦，教授要找助理要研究吼，好、哦、啊，迄女生啊，大家起来烧钱，咱就退避三舍。我阁讲一个吼，我亲戚因为我常常去大陆我看，迄人我去大学哦。你若看一个外国人行过，足侪学生就是去甲去，想办法要含伊对话，要练习伊的语文。咱遮毋是看，啊，尽量会当闪就闪，对不对？会当对吼，对不对？哦，你看，我毋是讲爱心的啦，长别人去灭自己威风，因为这是一个，大家呢应该啊有提高警觉。那无将来吼，你看中国的趋势，20当前哦。是台湾人咧管中国人啊！你看对台湾用偌济干部去带，伊也说先带伤啊，对不对？哦，对不对？什么唔是啊？什么足侪拢转来，什么话即中国人？对，因为我上个月才去，我想这个整个的市场 ，anyway， 我想讲我都要来做一个结束。一切根本都是对教育开始的，啊，所以讲今仔日咱政府呐。对这个观光的产业，这重视也真合时势啦。
啊，所以恁若假使讲来会当对这个观光教育来发展，哦，伊有真好的作用，有迄个真好的服务的热情，对整个迄个观光产业一定是有帮助，而且呢，对教育出来，哦，那公开来形而上了吼，你讲也真来来，让大家呢真欢喜走出去，把你们的善念，把你们的一个把它传播出去，哦，那世界和平，那就是已经在望。今天拉拉杂杂跟各位这样报告，谢谢各位，谢谢谢谢。谢谢李校长，他的很多的理念，他的很多的做法，就那个时代来说，那是非常的这个不容易，非常的突破性的。刚才所提到的。在大陆的比较之下，有很多的优势，很多的劣势呢。还有我们这里，因为我们年龄也差不多啊，他比我长三岁。那个时候我们读书的时候，占的图书馆啊，占位置，现在大陆我都还看得见。在北京，你说未名湖北大，你说在清大呢，他们的这个纪念这个朱自清的那个是一个湖。那你可以看得到他们那种学生呢多么的用功呢，才不管你观光客在哪里，那都是大家各据一方呢，在那边的苦读。那我想这个就是代表说教育在某些地方也有点这个说一个转型，那我们都应该大家要特别的一个注意。大陆有一句话，男生呢到洗手间去大概都会看到这句话，跨前一小步，文明一大步。这代表什么？代表说你稍微努力一下，稍微加强一下，稍微进步一下，那整个世界的文明就会跟随着而上。我想这些都是我们今天在这个场合里头非常难得能够听得到的，也可以体验得到的这个李校长他的这些办学的理念跟实际上的操作，实际上所表现出来的这个结果。所以他终结一句话，当你旅游的素质越提升，人的素质越提升，文明的素质越往前推进，那世界和平当然是可能。我们请师傅做一个总结，好吧。我们今天很谢谢林校长和李校长，林校长一直提出的这个两杯水，这样跟咱创业有很大关系，跟修行嘛都大关系。水里面就有84000条的生命嘛，所以孔子他在《易经》里面所开示的易。这个小小的小分子，大无其外，细无其内，大大到无量无边，细细到用显微镜、电子显微镜还看不出来，但是里面事实上是存在的生命。而这个也在启示我们，我们要做事业，社会上做事业，就要用心。当一个人越用心的时候，他做的事业一定会成功的。这充满着埋怨的时候，事业一定没成功，一定的道理。就是印在我们的太极吧，在太极图 logo 上面啦。那再来我们李校长，他的观光教育，我今天也豁然开朗。他的理念。见地非常的丰富。事实上社会上现在我们在做企业家工厂很大的一大堆嘛。你来看王刚刚才李校长那种方式，你要是什么人才，你就给这家学校然后按照李校长所开示的 方式那边给他吹波浪。揣摩技术人才，这个
马学丹早期的建教合作啦，啊，现在刚才谈了那么多，我有一点啊，引诱要想来请我们李校长来跟给我们做一个指点。啊，现在台湾的大陆的同学生来了很多，来了很多呢，问他们你们来的目的要做什么啦？啊，来这学习目的，哦，我们来这里跟台湾的朋友结结好姻缘。然后回去可以在台商的公司上班，第一薪水可以高，以后公司有什么变化我们可以接管。哦，所以这个台湾的富二代老爸那么辛苦早早出去晚晚回来，有时候一个月看不到老爸嘛，也看不到老妈，老爸一直在努力啊，啊，就看不到爸爸妈妈呢，啊，现在有那么多钱干嘛呢？我为什么要学老爸老妈呢？让我的儿子啊，让我的女儿又看不到爸爸，这不是很烦恼吗？啊，所以啊，现在富二代啦的小朋友，现在台湾的一个大隐忧啊，啊的，曾经我们某一个校长。啊，某一个在大理的某一个校长接受我们的访问，用心看台湾呢、啊。啊，那访问完了，他、啊、就来跟我做。啊，我跟校长请教这个校长呢，啊，这个问题富二代的问题，他说：“哎呀，他们学校学生也就是他有都有问他们，啊，你们要做什么？我们回去学一学，回去的。”了解实情，回去上班薪水比较高，万一公司有什么变化，我们可以接管。哦，这天很恐怖呢，啊，所以但是那是在警惕我们，啊，每一位企业家，啊，接班人，这个也是我们共同爱注意啦。好，那我以上呢，我们很感恩两位校长，啊，给我们今天这么好。智慧，好，那呢希望，那呢李校长，即将当面邀请，请你能接受，啊呢维新电视台用心看台湾，好、啊，你的高见，开始对台湾、对世界、对人类有足大足大的帮助，好、啊，那即将把校长当面邀请，好、啊。好，那今天谢谢校长呢。谢谢我们今天在风水学院现场的住持、法讲师、各位贤士同修，也谢谢其他到场的所有的贤士同修。那我们的论坛依照师父的理念，是要永续的办下去，希望你们都能够永续的来参加。我们今天谢谢先行离开的林校长，也谢谢我们李校长那个非常难得的机会。事实上，刚师父已经当场邀请李校长来上另外一个用心看台湾的这个节目，他们的智慧。他们的宝呢，都挖不完啊！我只要说各位有兴趣有机会，那么可以多多的来接受啊，多多的来受事受影响。我们谢谢，尤其谢谢师父，师父是所有的时间我们在行程上都先把这个论坛呢的时间都先空下来，都在这个时段上。都不排任何其他的时间在里头，表示师父呢是一直非常重视这个时段，非常重视这个世界和平的这个论坛的推动。那么希望各位大家一起来努力，大家一起来珍惜它。
谢谢各位，我们今天谢谢各位。